是又被会长给啊，我知道，系统音啊，系统音啊，系统音啊，这个鸡呀，哎呦，快点快点，恭喜，系统。声音可以了，但是那个眼睛一直不听话，一直想睡觉。对，但是可以唱，可以唱。唱完现在两位最想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是休息啦。那我们这次准备这个演唱会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练团，因为每次大型的演出，我们会增加很多的乐手。然后我们还会，一定会有很多的机关什么的，所以要练很久。所以其实我们在演唱会前五天哦，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其实有休息个五天的时间。那所以现在做完了，就很想休息个一两天也好，因为家人有来台北，所以希望明后天可以陪他们这样子，所以就最希望的就是这样。老婆，我说你在台上超帅，又重新爱上你。等一下，我听不清楚。我说老婆，我说你超帅，就又重新爱上你。老婆说我超帅，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称赞你说又重新爱上你的感觉？是我重新爱上他。不是因为，不是，我们的动力太太哦，实在是很能干，就什么意思？不要乱下标了，你会有标了。哎，怎么你们这些人真的很厉害？就是不管是照顾我们，还是照顾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这个公司在做的事情呢，他们都帮忙做，然后啊帮忙带他们到后台来，比如说我妈妈他们来，哇，也是我们老婆这样带进来的，哇，真的。吃的啊，喝的啊，或者是甚至他都会这几天他都问我说要不要煮那个红大海啊什么什么，我都说不用，其实因为我都没有很少喝那种东西，可是他会一直很努力，不是很努力，一直在问，就不会累的问我，所以我觉得实在太感谢他了，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很放心的工作。所以才刚刚才这样讲，就觉得哦，我在台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台上一直跟他比，对，他就刚好就在我们的舞台的右边。你确定是他吗？会不会突然有人写信给我说你放弃我了，突然不理他这样。救世主改歌词，一直唱 I Love You 是对老婆唱。大家都知道吧？那有要做什么奖赏老婆的事情吗？解禁。其实也没，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解不解禁啦，对不对？就是其实演唱会，其实做那件事情会影响到吗？体力啊，体力哦，会吗？对啊，会啊。我当然不会，有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对我来讲应该是不会有人影响。你看嘛，我今天表现有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啊，对，前一晚有。这些人真的是讲到哪里了？前一晚有吗？讲到前一晚有没有？没有，我说我今天在台上有放很多爱在他的身，有放很多爱在歌里面。然后有的是唱给他听这样子，当然有一些是唱给大家听，然后有几首是唱给他听这样子，很感谢他这么辛苦，
对，他自己也要上班啊，然后又这样对我，所以很谢谢他。哪一首歌是唱给他的？哪一首歌？很多首歌，只要是情歌，我都会，不会是不一定是哪一首歌，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会，对，就会看他，然后就会。哥，老夫老妻啦。就是想睡哦。我唱给他听，他会觉得哦，他有心了啦。他也就是当然可能嘴巴开玩笑的，可是刚刚我有看到他在前面。我这是有史以来演唱会，我知道他坐在哪里。之前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反正因为我刚好看到他，然后说哎。没有，因为他刚刚有先跟我们讲，我们会坐在这里。对 对, 对，他说在哪里？以前我们都他们都没有讲嘛，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有讲。我知道他在哪边，我说哦，在哪里？所以我有几首歌就是特别看着他会有。哦。而且今天大家的都会戴口罩，要认人好困难哦。我一直在找我的子女，我的一些都就最后才看到了这样子，不是最后了，是到后面一点点才看到。志颖哥有看到，你今天请离开，小孩还在位置上。我怎么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有没有在位置上，我就不知道。有了，我还是有看到了。对，因为可能稍微后面一点，没有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应该是会听我两首歌，可能应该。他妈妈把他绑在椅子上了。不够满意吧？对不对？应该觉得哎，怎么那么快就结束了？对。会吃醋吗？不会啊，不会不会，就是他们，我们怎么讲？就是其实应该很高兴有人他有喜欢的歌手啦，应该是这样吧，对不对？是啦，就是但是不要，现在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太超过，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会影响他的课业啊，太迷了，太迷了，所以说。其实有点超过了，但是他的房间全部都是照片。限制他，就是只要他没有上课、没有补习，他要去哪里跟同学玩 ，OK。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年纪，就是我们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很比较叛逆一点啊，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他现在就是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是没有。我们有时候会聊说，哎，那五间琴的，所以很多他们的活动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他告诉我的。啊，他们明天3月6号，他们是要那个卖票的。对对对。你看我都知道，都是他跟我讲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然后他们是什么8月6号演唱会嘛，在小巨蛋。那你今天该不会中午先陪女儿去签唱会？但是我有给他一个礼物，什么礼物？五间琴的海报，而且是限量，啊，每一个人有签名。他还不知道，因为他现在已经回家睡觉了。这样不行哎，耍特权哎。对，明天拿给他的哦，他可能会抱我。啊，还没有给哦。还没，因为他刚哦是刚刚对，刚刚就拿到，所以给他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对。你应该不会明天还要陪女儿抢票吗？我。很少过台。小礼物。不要靠爸主，他自己他想要去抢就抢。对，但是应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空啦。对，明天他们好像要补习什么，看他有没有空。刚才有聊到，就是说五间琴好像下台以后，对于台上的涛婷有点内疚，这样子。其实我们两个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讲话有时候会很干、很随性。对，那可能他第一次跟我们在一起嘛，他们很多可能是要把这个。他们常常主持一些节目，有时候弄得很热闹啊，很好笑，很好玩。那可能跟我们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不好意思跟我们开一些很大的玩笑，或是干什么，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都是很随性的。其实他们其实这五个年轻人真的是很蛮厉害的，可以写歌，可以唱歌，可以主持，可以搞笑。我觉得现代的新的艺人，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上过他们的节目嘛，所以他们就是脑子转得很快，然后又很会主持节目，很会搞笑，所以可能觉得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一些交友，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但他们有时候会不好意思跟我们
跟我们开一些，可能他们多了一个东西了，压力了。我不知道，其实我在台上也还好，我觉得他们讲的话也没有很干呐、啊，是蛮有的，有的还蛮好笑的。唯一给我们的压力就是他们太高了啦，我们个子很小，这个有时候这个画面看起来。因为整场都只有我很好骗，这首歌有丢麦给台下观众唱，然后再唱这首，还有当，还有当两首两首。你有讲说啊，你的提词器坏掉，是谁的提词器坏掉？两边都坏掉，我们两个人都坏掉了。刚好这个歌是哪一首？不是新歌，都是旧歌。我们那个是刚好是要感谢名单哦，感谢名单，对，然后就没有了。还有艺人的名单，对对，艺人名单怎么？就突然，那导演就说那个提词机坏掉，没关系，我告诉你们哪些艺人，哦，他用唱名的讲，用讲的到某几讲，是那个在感谢名单的时候，他就突然没有，然后好像在唱一首什么歌的时候，是比较熟悉的歌了，我记得是很熟悉的歌，不用看歌词的，对对。会有慌张吗？突然提词机会怎样？会慌张吗？我有一点点慌张。就是虽然正在唱的是熟悉的歌，但是我不知道它会坏多久，所以我然后都没有人在处理，所以我就是好用讲的，所以提词器坏掉，让导演可以听得到，要不然我不知道跟谁比手画脚，然后就讲出来，所以导演就知道了，对。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唱会大概就是已经过了五年前，所以。我们是蛮重视这次的演出，所以其实在演出前的一个礼拜，公司就让我们休息。其实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没有，就是几乎每天都跑步运动，练习肺活量，然后很少说话。就是我女儿或我太太跟我讲话，我很少讲话，都不理他们，都很少讲话，然后要不然就很小声跟他讲，要不然比手画脚，就想说稍微。因为之前我们很多活动一直唱，声音有点疲乏了。我想说哇，我就是这样一个礼拜，我说这个怎么办？好，一开始想说不要讲话，然后就每天跑，所以是还好，就是这五天过后还可以这样。跟我一样哎，我觉得我狗狗问我的问题，我也不会回答。好不好笑？蛮好笑的啦！啊，讲了冷笑话。哦，可能吴坚晴的心情可能像这样吧。是，可是我觉得，我说实在，我觉得没有很干，就是还蛮有时候还蛮好笑的、啊。我觉得他们讲的那个什么七啊这种，我都还蛮多，但还蛮好笑的、啊。但可能他们压力太大，他们的想要他的标准弄得太高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上，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实在，我们也很少准备要讲的话。有时候那个导演会给我们一些提供我们一些可以讲的话，但是我们通常都是没有在准备，就是台上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太多了。我觉得在台上。有什么事情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也不用太，他们也不用太想太多了。我是自己本身觉得还 OK 的，嗯 ，OK 吗？嗯，很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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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刚刚那个老婆很能干，不要乱写哈。下手轻一点，好，拜托了。我跟你讲，我讲这句话，我相信还是没有用，你们每次都会乱写。不会。不是乱写了，每次都会把那个都会弄得很重，吓得很重，下笔很重啊！谢谢，谢谢，谢谢你们。